嗨，我是小芝芝，骑了一个多小时的车又来阳明山了。这次到竹子湖的顶湖地区，我们现在站的这间柴福，它的占地又比上一次我去的那间更小，可能这里走的就是迷你小溪。反正你想要看我上一次的影片的话，可以点一下右上角看一下哦。如果要说好处的话，这里比较深，然后人比较没这么多。花况方面，我觉得竹子湖的绣球花都已经开到很满咯，大家要赏花就早点来吧。那在柴福一样可以看到小油坑，那我觉得最美的位置应该就是这一个吧，就是有紫色跟浅蓝色，然后在带后面的那一间房子。待到下午，阳明山就会起雾，所以就像现在这样，小油坑不见了，被云雾淹没了。但是还是挺浪漫的。总之，大家最好能早点上山，因为下午人会越来越多。走出来爬一下这个观景台。身为台北人都知道黑森林，但这是我第一次踏进来黑森林。我一开始就知道这是一个婚纱摄影的手法，没想到今天平日还是这么多人。我觉得你想看新郎新娘跟摄影器材大展，可以进来。吃的蒜味很浓，看一下那个牛肉。